春天多是赏花季节，经过几落天的低温，包括山脉分享一三九线樱花大道附属樱嘛来开花了。全长1.2公里的樱花大道是非常的水，各位伫咧分享参观的花蕊园区樱花拿，几落万丛的樱花嘛拢来开花了。欢迎乡亲利用2.28连续假期期间，做伙来到分享来看樱花。春暖花开，胖妈都来出来采蜜。这就是芬芳乡的花蕊生产园区樱花拿。这一大片由芬芳乡新农种花农张周富所种的樱花，这就是由伊所改良出来周富之垂樱。上万丛樱花就种伫咧一片田园中。伫今年因为日前的寒流，予樱花开花时间延后。伫咧天气变好了，樱花就大开，吸引真侪人来遮看花。就今年开的还不错啊，就是不用跑到那么远，还那么冷，然后去人挤人，然后还塞车，然后在这里就是老人小孩也很适合过来。今年吼，气候最近拢超热，咱家上冷天甲九度，吼，十度，像今仔日还过13，昆山还13度，所以讲今年的樱花。伊分较慢，加上咱即个季节，啊，佫顺着过年过即个落雨，啊，家己个花苞拢撞着个，到即马还袂开。啊，即摆樱花要开，可能爱到像即马在开个附属樱，啊，佫一寡撞个较慢个，可能爱到3月初、3月初左右才会大开安尼。要看吼，咱目前看个是附属樱。吼，安尼过来后壁有一个垂樱步道吼，即马正在开，安要看人，看垂樱步道人爱赶紧。另外，伫咧芬芳的一三九线，冒一条樱花大道，全长有1.2公里，种了500多丛的各色樱花。伫咧开春了，多好是芬芳色富士樱开花季节。干那是看到道路两边的樱花丛开满了樱花，就感觉非常的好看。现在呢，就是我们芬园乡樱花季，非常的漂亮。在我们彰化县芬园乡的139线，在山上跟我们那个，在茄劳那边的樱花园区，樱花定位搜寻一下，樱花芬园园区现在非常的盛开，非常的美。假日时间连续3天，欢迎大家带着小孩、家人来这边游玩，欣赏芬园的美。樱花是芬园的花卉其中之一。因为芬园乡的物产非常丰富，许多的花种，包括黄花风铃木、樱花很多等等，都可以来玩，也可以到普茂花卉看看花、喝咖啡，然后也到樱花赏樱花、喝咖啡，非常的棒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因为这两个所在拢是免费来参观，目前这樱花会当持续到3月底，欢迎乡亲有时间会当前往欣赏。只是因为樱花就种伫咧道路的两边。所以停车一定要特别注意，才袂影响到行车造成危险。新中华新闻北边林分行采访报道。